不错，就是亲身实验，用巴黎去证明说这个东西有多好用。因为在我的认知里是帅的，然后我现在把它打开之后，他们草莓太大了。真的好没很用，制造行情，制造行情，制造行情。好烦啊！他昨天就一直那么一亲我。进来先分享，给我人数，给你礼物。哦，好香哦，大肠胃哦，欢迎，好有自信哦。哎，这烟酒厂不得了。对啊，妈妈赏啊，妈妈赏，妈妈。他从讲出来的话术，跟他走过来气势，我跟你讲，跟人家就不一样。李康哥 ，Apple 你好，李东哥好，哎，谢谢。这么会卖这个卖东西啊？请问一下，你是什么星座？天秤座。嗯，天秤座。嗯，不是公平，天秤座好像不太会这么外放嘛。不会，我是看到这个场子热了，感觉来了，嗯，自然就放得开来。哦，他是属于人来风行的啦，他要出发的那种。对，他直播看的人数14000，曾经在我最高线上14000，这个不得了。你是曾经，我们是没有过，没有过，14000，你看到14个就算多了。你那天为什么弄那么多人？你卖什么？其实当天的状况是我们当时有其他的直播的其他的主持人，他们创下这个辉煌的记录，对，跟你没关系。对，哎，应该是我是代表公司，然后来对，然后来传递这一份荣耀，耶，这样的意思。所以有在跟宪哥学的，哎，偷学他的本。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他的直播。来，这是最后的衣服哦。来啊，这是我的衣服。看到了，好不好？来，那我们直接拉过来，拉过来。酱油啊，来。这是酱油，一点点就好了。这是哪喝啊？这都屌的重钱，天哪！先帮我拿杯水。爸爸，你看，我们为了好东西，你要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老汉推车。找那个商品。全新的包包。什么叫做4000？什么叫做全新的包包？穿不用怕的，来。今天我们全新的包包，超牛，对，大牛 LV 你的行为非常诡异啊，有点算失控姐，就是喝酱油。对，因为当下那个客人说你那个酱油是真的假的，然后我们直接用湿纸巾测试嘛，然后我想说我身上刚好穿白衣服，就直接来了，来真的。哇塞！因为酸民很多啊，他们会质疑说你的道具是真的假的这样。可是你喝了，你也没办法证明它是真的，人家就拼了。就拼了啊！拼着苦，可是你那个大牛 Lamborghini， 有人质疑，然后你卖什么？你是卖Lamborghini 还是卖什么？没有，那只是我们充人数的一个道具，就是一个当下一个气氛。对 ，Lamborghini 是你的道具。对，没错，你可以借得到，很有。对，我们老板这么高，老板借得到。借得到就算了，他还站在车顶上，是穿高跟鞋，垮他，然后质疑你，你还踩他。我们当时候就是为了人数，就是用搬了蓝宝坚尼啊，大牛啊，然后老汉推车，所以就站在上面嘛，在上面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真的，对。然后老板哭，然后再转过来，车主是被绑在那里，五花大绑。刚刚我们看出来你的特色，就是用你自己身上的所有东西，甚至你身体去实验，没有错，就是亲身实验。用巴黎去证明说这个东西有多好用，这个东西用起来真的就轻生了，就轻生了，就差没跳楼轻生这样。不过你这样算是什么？你这样算是比较负责任的主持人。对啊，要不用过你不用过你怎么知道好？对。那你现在卖最好的商品是什么？我曾经卖过我自己个人创造的家鸡是磷虾油，一个晚上卖90盒。虾油，磷虾啊，那种什么就是金鱼在吃那种磷虾，对，那浮游生物，在北极那种磷虾嘛，哎呦，南极的磷虾，磷虾所以不去北极的，哎，没有那么，今天学到了，不过啊，你还要当一日司机啊。哦，因为我们在做活动充人数的时候，你有看到那台蓝宝坚尼？有。我们就是有活动当下3500人的时候，会抽出一个有帮我们分享的网友，抽中之后请他call in进来，然后可以指定说你喜欢哪位主持人当你的一日司机，带你台中爬爬照。哎呦，对，一日伴游。那你们那天，你们到底把车主绑在那里绑了几天？对啊，对，车主是被骗来的。哎，来姐，安娜，来就停点，对，绑了三天。
我喜欢幽默感的男生。幽默感，哎呀，那就大凯大凯。啊，为什么要推脱？大凯一点还在。现在没有人敢承担幽默。今天我们要看你现场哦，卖现场卖。来，如果你要专业的海边垂钓，或是溪边猛拉 gam seco， 这支防御小帮手非常的重要。第一个，它可以防风、防雨、防泼水，就是不防碍鱼潮水。来了来了，厉害了！来了来了，加一。可以可以。它是做一个双层的头伞，然后它是不分大小头的，只要你有头都可以买。哎，买了买了买了。有分大小头吗？不相信。戴上去之后呢，因为它这个头尾都有纯 Q 啦，你再自己调整一下。头尾调整一下。头很大的也可以吗？对。再大的头都套得进去，除非你没有头。哦。来，我放一下哦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这个地方就收起来，存储一下，调整舒适。哇塞！然后你看，它可以，我跟你讲，它可以。你确定你舒适吗？你要这样放都没有关系。哎，它蛮稳的嘞。哎。好用哎，风在吹也不怕，是不是？对，风在吹，火在爬都不要紧。哎呦，因为它经过测试，可以抵抗12级强风暴。真的假的？可以。现在你够，真的。重点是你脖子要受得了吧？这个打高尔夫球也可以用啊。对啊，吹走就先吹走。打高尔夫，这个什么甘地有没有？对，甘地的最爱。甘地最适合。对对。还有我们出外景。外景我们这样戴没有啊？你看这样戴对不对？如果下雨，你不用撑伞，你还是照样可以出外景。而且还有抗 UV 哦，对不对？女生很重视的抗 UV。其实因为这一阵不是在下雨，我在出外景啊。如果是你们都要拿伞，要不要穿雨衣？对，不方便。如果用一个这个酷，其实交通警察也可以，可以啦，不会这么辛苦。那对不对？还有摄影助理。对，哦，开机的时候，不是他还没开架，对，还没开架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不花太多钱，来，霸我要的加一。150块，加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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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加一块。那康哥今年生日，我们合资一个给合资，这还要合资哦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们会付签名。对，哇，他刚刚讲很棒，这个不管头围有多大都可以戴。这个我跟你讲，对我们来讲非常高兴。我不相信，不相信。对呀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是不是？哇，这戴大了。哇，嗨呀！哇，糟糕。完了完了，没有生日礼物了。这样再拉下。哎呀，有了！剑客，让人剑客。哎，花有刀，剑刀剑。哎，怎么有点帅呀？哇塞，公棒公棒公棒！哎，蒙面跟我们他身份，常进人的 feel。哇，好帅，好帅。哦哦哦。蘑菇侠，蘑菇侠，真的，哎，好帅！你要 Q 我演这个？没有，你自己演很开心，是不是？哎，不错，哎，好用，好用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。我说实话，戴起来舒适，舒适哈，真的舒适，可以。哎，现在收纳很方便，怎么收怎么收。哎呦，哎呦，一秒收纳，哎，哇塞，美败。收纳轻巧方便，而且很好，很轻。还有一个，对，妈妈有福了。哎，嗯，有的时候去买菜，嗯，你提菜是大包小包，两只手，然后又下雨，对不对？哇，那时候最无情，请问一下，不下雨谁要带这个？也是，有时候遮阳遮阳遮阳遮太阳，然后要这样子拿菜，是，那你这样手空出来，一只手牵小孩，一只手拿菜，太酷。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你们公司的产品吗？这个是我们进货来卖的，他们代销，所以外面还看不到就对了。其实外面也有，不管在虾皮、虾壳、虾头买，都是199，在我们公司是买150。哇，哇，还快吗？现成50块。接下来是凡士林啊？哦，不是，不用到金门也可以用的一条根。哦，一条根，一条根。哦，你现在给我们介绍什么？一条根是配角，主角是这个金洛西沙蚁。西沙，对，西沙不是罐头吗？不是，金洛瓜沙蚁也可以啦。它是负压式的吸吮，定点的话你可以吸吮。太跑了，是你啊？吸吮，它可以拔罐，也可以刮沙。你可能有偶像包袱嘛，所以呢，没有。你可能没在看我们节目。因为在我的认知里是帅的，然后我现在把它打开之后，他们怎么都你这个为了业绩什么都可以乱，这个谎。好，来来来，请讲。我要请什么吸吮？就是呢，它这边有这个热度的调节，从32度、34、36、38、40、42，恒温42度都不会烫。没有，才20度。哇，我也
那是运动，烧烫伤，那是超度。然后我建议你刚开始的使用就先从二段开始，一下调到六段会太猛。哦，最高六段的。六段，二段是适合的。对，刚开始。请问你单身吗？他单身。对对对，单身行情不好啊。然后呢？行情不好怎么办？行情不好，壮阳。自己的行情自己创造，来，自己的草莓自己种。你就可以吸在这个地方。哎哎，吸你！哎呀，吸我，吸住了。哎呀，这吸雨，哎，它吸力很强哎，它吸很久哎，你看，会掉哎，真的。然后你的草莓就好了。对，这草莓太大了啦。行情好啊。我是被鳄鱼咬到是吗？震动吗？还是怎样？哇，力量很强。感觉是什么？你看，就六段的。感受，吸住。感觉是什么？好像真的有一个女生在给你种草莓，真的真的啦，痛吗？对，而且这时候你只要闭上眼睛想象，好像真的，哎，还不错哎，真的草莓很用力，制造行情，制造行情，制造行情。烦了，他昨天就一直那边一亲我，他这个如果弄到油以后这样子刮，就等于是刮痧嘛，对，划过刮痧，可以吸又可以，对，可以憋拔罐的感觉，定点是拔罐，然后滑动就是刮痧，保证除痧，多少钱？来。我跟各位说，外面呢都帮大家探听好行情了。嗯，你按摩1200嘛，然后一般SPA的刮痧40分钟600块。今天你买我这一台，我花让你花600，让你一年省下7200块一台，600+1，老爸抠，咱们都快买，加买耶！一年对，一年12个月，你一个月刮一次痧，7200块了，哇，是不是很值得？对不对？在家就可以刮。不是你，你脚怪，你看这边红了红了，马上出痧，真的真的耶！哎，请问一下，那是出痧还是淤青啊？那个会好吗？会，真的会有人想要这样定点这样子。也是可以，就是背部啊。像有些人脚不舒服，有没有？对。还有湿气太重，你把它弄温的，这样一拔，拔久了那个湿气都会拔出来。对，好不好？去热解湿就是很棒的，而且刮痧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做的事情。所以他的包覆感很强，太厉害太厉害太厉害，很会卖，而且最重要，他从刚刚讲到现在，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？他很诚恳，很可爱，哦，就不会让人家觉得他没有什么套路，对，他不是故意要，就是硬要卖你东西，他就是介绍一个东西，这个要不要？要不要很屌哦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加一哦，加一哦，对不对？好，是，好，谢谢，请坐，来，厉害，棒棒，可爱。